个戏应该已经不陌生了，然后一直是在网上看官摄，然后今天第一次就是亲眼在剧场里身临其境的看到了一部这么经典的音乐剧呈现在眼前，然后也其实刚刚前不久得知在百老汇这个剧是结束了，但是没想到在我们中国在上海又一次以一个新的样式出现在我面前，其实挺感动的。然后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出现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就是音乐的这个穿越国界，然后穿越语种，穿越的那种一切的，甚至是穿越的时间的，给我带来那种震撼。然后包括我旁边恋恋已经情不自禁的在那小声哼起来了，我在耳边已经听到了。所以很感谢能够在这个城市有这样一部传世的经典，也希望有一代又一代的音乐人能够为了这么好的作品然后继续努力继续传承。我确实是全程一直想要去跟唱每一首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剧，所以里面的歌我基本上都会唱，然后我也会在很认真的去观察它的中文的翻译，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一个音乐剧的汉化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对于它原曲原词已经非常熟悉了，然后当它变成中文词之后，它还能非常顺的让人家不跳戏的去看下来，我觉得这是它做到非常厉害的一点。怎么会说呀，真好。